娜娜回来啦！今天娜娜有那个田径比赛哦，我说你今天田径比赛跑得怎么样啊 ？I got first。真的假的？你跑了第一名？ Yeah。不会吧？奖状在哪里 ？No, there isn't。你真的跑第一名了 ？Yeah。Ma, you don't believe that? That's a little rude. No。不敢相信。一回来就找吃的。中午没吃啊？为什么又不吃？大门不走，走后门。What? 娜娜说她跑了第一啊。啊？我们家怎么都是运动健将呢？一个 team 的第一还是 whole class？ 哦，小组第一。就觉得你能跑这么快。你今天这个比赛是有那个在那个 report card 上面是吧？都几天都担心的害怕是吧？紧张的不得了。嗯哼。好了好了。胃口真好。一边吃一边看。晚上打算做个虾仁炒蛋。这 Costco 的虾仁是没有壳的，不带壳的。拿起手是挺重的，一解冻就没剩多少了。个头挺大，看一下老母亲在干什么，每天就跟他的朋友在那里报道他菜地的状况。这两天长得蹭蹭蹭的，哇塞，有叶子啊！你应该是整个村里是最忙的。对，今天早上我的菜场都没体力都透支了。对呀，要得养啊，都没见了这么多呢，两倍。我跟他说，公园还有两块菜地呀、啊。他说不要了不要了，他三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问我，他说公园那边还有没有菜地啊，我说你还能干得了，今天然后就打退堂鼓了，打死都不干了。看到了没有，好多颗杏，这里也有，那边也有，今年估计还不少呢。今天打算做酸奶杯子，放了这个燕麦，放了一点水果，这个很通便的，跟你讲，用这些一杯一杯的酸奶，家里只剩这些酸奶，放点酸奶，燕麦放一点，水果倒一点，哎呀，这里放一点。搞定了，今天做了六杯，也用了六杯的酸奶，比较厚一点，比较大颗粒的，发了芽的燕麦，因为呢，吃起来更有口感，暖暖糯糯的。麦片呢，因为是干的，所以一定要泡过夜才能吃，要不然就太硬了。泡完之后吃起来就口感很不错，就是很有嚼劲，我比较喜欢那种口感。水果就看大家自己喜欢吃什么水果就放什么水果，我觉得这样子的吃法呢通便很有效，起码对我来说是很有效的，那你畅通无阻。我上大号比较困难的朋友可以试一下这种做法吃法，不妨试一下，对吧？反正也是健康的。盖上保鲜膜放冰箱，每天吃一杯，一小杯都要4-5块钱啊！如果在外面超市买的话，自己做呢，成本又低，又健康，自己做不香吗？这个牌子的午餐肉是天花板，嗯，也是下饭神器。
Bye now. Bye bye. Bye. 今天又来训练了啊！还下起了小雨。收到情报，沃尔玛的芒果好像大特价。这个好像不太好吃。我买了这个罗宋芒，罗宋芒要等它熟一点，还挺深的。哎呀，土豆9毛1磅是吧？这感觉好像都发芽了呀。小青瓜好便宜，一袋是1块2毛7。卡罗的最爱，买两包。Hello Kitty 饼干好可爱哦，2块钱一包哎，试一下。这个娜娜肯定很喜欢。Hi. Hello, I have 9 mangoes. 刚刚迫不及待尝了一口，挺好吃的，还是草莓口味的，很酥很脆。最近小红书也是老是刷到它，还是 Hello Kitty 图案的，这样子的。然后我立马转头又进去买了4包，我怕吃一点就没了，好好吃，这个一吃就停不下嘴啊。这可以炫一包。今天肚子饿了吧？太晚吃饭了。胖子把菜都弄好了，赶紧吃饭喽！还有一个菜还没炒，我炒一下。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个。好吃，所以我就买了好多。不要这样子倒，很多碎片出来的。不是，你试一下吧，好吃吧？那个 Dollarama，I saw it at Dollarama。Dollarama也有，但是我今天在沃尔玛看到的。好吃吧？草莓味的。Very very good。大家给我点点赞吧。